然后会用安全发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，超级省哦。像早上起床的时候也可以用，直接把化妆棉喷湿，然后贴在你长闭口、长痘痘位置，然后贴个3分钟，然后就这样坚持做2-3天闭口痘的自己消下去。少面膜粉，一勺不到的纯净水倒进去。 然后这个水是自带这个头的，所以说可以直接喷在化妆棉上。师傅，7分钟左右，皮肤就变得超级水了。然后我真的要重点按一下这边，也真的是我用过最清爽的一面。然后它是这种自带泵头的，可以直接挤到脸上去。下来以后，皮肤按摩个几秒钟就彻底吸收了。吸收以后，你怎么去摸脸，脸都不会觉得黏。那水乳总体用下来的感觉就是非常清爽，就是摸脸不会觉得很黏腻，就很清爽。然后我今天的护肤就分享到这里了。